大家好，我系奔走侠。哇！呢场打排位用爱丽丝，好多人用爱丽丝都走魔龙路嘅，可以 support 个射手。好，开波。开闸的时候啊，梗系买个魔法师先啦，跟住出到去嗰个太阳饼之后咧，就再出呢个炎者兽眼，应该系咁嘅。又开始去偷下懒先啦，但系尽量拖延对方，冇咁快升到四 level 啦。哎呀，死咗！有时太勇敢都唔系一件好事嚟啊！佢哋打紧啦，快出去帮手先！哇，我哋只特伊安纳斯系咁射紧对面只特伊安纳斯，好识到两 level 啦！依招技咧好有用啊！有咩事即刻开第二招技，帮到队友之余又可以杀到人，因为。会加呢个移动速度啊！呢个太阳饼都好紧要，升呢个会自动回翻少少血同魔法力嘅。好啦，睇下杀唔杀到佢啦呢次。好，搞掂一个。第一件都系合贤者手下啦，咁样就用技就唔会用。咁快用曬啲魔法力啦！我哋全部四 level 準備過嚟呢邊魔龍路，又係一個新戰場。
好啦，而家22-22啦。其实咧，我出咗鞋嘅，唔知点解揿错咗出咗跑鞋，所以即刻换咗佢。换咗两对，系咪跑快啲嘅咧？我就谂紧。好啊，22-22，我啲战绩唔系几好，希望帮到佢啦。诶，啱啱莫拉自己跳入嚟自弹。溜溜溜啊！当我啲队友喺度闹交嘅时候，我哋就冇理佢哋，继续跑跑。鬼雷斯只鹰咧就系真系辅助嘅，一定要帮到自己队友，咁先系一个成功嘅鬼雷斯。有技无限，有病唔使破。好啦，而家死咗三个啦，系时候应该冲过去爆佢塔，但系我啲队友都系想杀晒啲鹰之后先爆塔，冇计啦，过去帮手啦。好，爆完中路啦，啲人都出晒嚟啦。抢埋只蓝队走啦，打埋只魔，搞掂，走得。对面5-4死晒，我哋呢边就得翻我同高峰 baby， 应该都爆埋呢座塔嘅，但系稳阵啲，佢已经走咗，掉低我一个，咁我冇理由继续打落去啊！好，最后一击啦！队友系拣嘅上路，哇！啲人逐个逐个嚟上头，好爆塔，搞掂，呜呜。